是春冬花，安生白人几十年前，嫁你来落成土地。一尊你来，伊了嘛真欠亏，分分正生活嘛无好过。当即将受到了土石的侵袭，乐生现在在走山，地毛濒临拉断，叫工程会赶快介入处理。今天已经过了八个月，过了八个月呢，乐生苑的工地除了全面停工、重机具撤出以外，没有任何回填，没有任何保护的措施，整个地层还是在缓慢的、不断的往下移动当中。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会让走山这样子的大事情拖延八个月？我们今天要来问的就是工程会，他前一阵子哦，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宣称他们要提高督导层级，他宣称他们要提高督导层级，要介入捷运局的这个走山危机。我们想要请问工程会，他到底督导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督导再督导八个月，再八个月，再八个月？我们来工程会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地方通通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处理，然后乐生苑的山坡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缓慢下滑。到目前为止，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个滑动并没有停止。我们从监测的数据上面来看，去年从今年初的一月份、二月份，一共有发生的有再进行了三次的滑动，每次的滑动的这个滑动的这个长度都比停工之前屡创新高，也就是说，这个滑动在他们停工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今天的诉求，土方回填，工程会要不要做，会不会做，什么时候会具体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做边坡稳定的一个方案？目前我们了解了，他们说他们报跟我们报告回报了，就是边坡目前是在控制稳定的状况之下，安全以目前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会再加强所有一切工程技术专业。主秘，我想你恐怕是被捷运局骗了。根据我们监测的数据，它现在仍然在持续的滑动当中。捷运局报给你的恐怕是一个假的资料。我会再要求他们哈，但是你今天要我做什么决定哈？我目前呢，不能说我都什么都没有去参与，什么都没有去啊，就叫他要怎么做什么事情哈？这是很粗糙的决定，所以我们会把你们的意见哦，我们再把它再来要求这个市政府交通部。等等呢，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检视啊。那我们礼拜天的时候自行去回填，严署长、严主秘，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去回填，然后工程会不会介入捷运局的这个决定是吗？是或不是？所以工程会现在的处置方案是有还是没有？那会不会要捷运局做新的方案，土方回填？工程会现在已经在做积极的这个要求捷运局跟台北市政府还有交通部做妥善的处理，但是我没有这样跟。这样说跟你的说，所以没有任何实际的处理的方法吗？你说妥善的处理这个小学生，我们已经积极的在进行哈检视检测哈，然后要求主办的机关重视，还有要确保这个地方的安全，我们绝对没有说歹夫或是不积极的作为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要给专业的专家技术学者去处理，好不好？既然政府继续摆烂，继续派出一个一个的公关来发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公关稿，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非常用心、非常已经认真在做的话，这个礼拜天，我们就再邀请一次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到乐生苑，把土一铲一铲的填回去。我们现在要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发生，挽回这个错误。乐生。